是我。艾大人，果然在你这儿。艾大人，您这是？我这不是要修书回京吗？在这写信呢。那这，哼，我在找火折子呢。啊，哇，哎，这果然好玩的东西比山上多太多了。不买就别乱摸。张飞，喜欢什么直接拿，算我送你的礼物了。我就看看，一会儿买点好吃的回去就行。嗯，你一会儿跟在张飞后面，看他喜欢什么都买下来。小姐，你对我都没这么好，该不会喜欢他了吧？打嘴了，让你去你就去。哎，你这什么？桂花糕啊！哎，好，这个来一个。干嘛呢？啊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来一个。送给我？嗯，喜欢吗？还行。那我帮你带上。好看吗？嗯。如果徐府的是真县令，那县衙里就是假的。如果利用假县令杀了江月，再让徐宁杀了假县令，最后知府怪罪真县令，真县令再供出徐宁，我最后再汇报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真县令丢失了官印和文书所致。那我就可以。还好这次在家里。三弟，啊，这次回去别忘了正事。明白。三弟，我现在要保护大哥，还不能跟你一起回去。保重。我懂，我懂。多谢大嫂送我的礼物，有机会齐情方战，我给你做好吃。好啊。有机会我一定去。快走吧，一会儿天黑了，赶不上路了。好。保重，三弟。你们也保重，我先走了。这。大嫂，这门亲事我能不能反对一下呀？说什么呢？干嘛？啊！掌柜的，上茶。来喽。哎，听说高衙县来了个厉害的新县令啊。我也听说了，敢和徐宁对着干呢。他是个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真的在我们徐府，等我进京回来他就死定了。这是上好的龙井，你慢慢品尝。哎，老板结账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行，我得加快行程。哎，二当家的，哎哎，二当家回来了！来来来，二当家回来了！大家快，大家都过来了！二当家就回来了，大家快出来！二当家，二当家，二当家，哎哎，行。上次跑挺快啊。没有。大家过得还好吧？还好。大家都好着呢。哎，对了，我从城里买的礼物给大家都拿起来。哎呀，哎，二当家的给咱们带了好多礼物啊。好，好，谢大当家的。
没有一起回来吗？他没回来，但是他有事情交代。来，过来一下。大当家打算把恶狗里灭杀掉，这些藏匿地点和灭杀冯雷的计划，大家都清楚了。听懂了，都听明白了。没事，你们俩明白就行。拿着，好好带领大家，遇到困难不要自己跑了。清风寨是我们的家，我先走了。二当家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帮大当家的。记住，照顾好大家。二当家，走了。快点回来！二当家的，一定要回来、二当家去做啥？我会想你的。不知道。大人，刚才那边地下有点脏，你俩待会儿去处理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好。这边，过来，过来。三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先听我说，我在路上遇到了徐府的人，他们说艾峰在他们那儿，然后那个人赶去京城了，定是前去验证，等他回来，当家就危险了。